一连过风景及广州百万玩家车马惩罚无兄弟不梦三，大家好，我是解说水车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官渡英霸的视频。那首先可以看到我这边拿了一个诸葛亮啊，这是第一视角，也是我边打边玩那个视频。最近也是有朋友经常问我啊，水车最近为什么没有出视频啊？因为啊，马上大过年了，是不是？水车这里也是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今天录一个非常非常之英霸的官渡英霸视频。不要问我英霸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本人也不是很清楚啊。那这一把的话，我估计经过我切身的玩了一把之后会很清楚，因为我其他的一些同事啊，视频作者都有做过这个英霸视频哦，那个技能真的是让我看得有点蛋疼。这边应该是打中，是真的吗？这样装备吗？那上的吧。这边直接选了中，大家可以看到诸葛亮在梦二是有进行更新啊，人设是非常非常帅气的。然后这边是作为先生身后的女人啊，没看清楚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每击中一个目标伤害递增15%， W 技能，E技能每隔6秒下次普通攻击将触发，大招技能造成绝对伤害，三技能造成绝对伤害，大招呢伤害提高50%，单一目标没有伤害上限。你他妈是在逗我？每个英雄受到1000多的伤害，我的天哪！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每个英雄啊，哦，每个英雄最多受到这么多伤害，也就是说，敌方如果有人死了的话，还是这么恶心。哦，那我这边的话，来试一下吧。我昨天有看雨林做的视频，是陈宇可以10连爆，我的天！那真的那个爆发也是没谁了。先看一下咱们家董卓 W 技能绝对伤害无视护甲，哦，钩子距离更远速度更快，下回音普通攻击，哇，普通攻击20%的几率，你这也是没谁了。大招技能甘宁的是 E 普通攻击有20%召唤两个攻击意象，没谁了。那这边，其实说实话吧，水车很少玩那个梦啊。哇，这个 W 技能真是哇，好恶心的说。弹道也是变得很 nice 啊！哇，我这普通攻击，大家可以看到。还反补，每隔6秒下次普通攻击将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E 技能，我这也是没谁了。那我这边可以就见到人我可以先 E 一下，先 A 一下，而且他是 A 是没有 CD， 砰劈一下，打死。我天哪，我这个技能啊，这前期补刀也是很恶心的说。诸葛亮在更新之后，这个人设还有技能设定，我勒个天哪，这个恶心的，我是有点受不了了，真的。哇，它是有20%的几率是一下造成3个这样的吗？直接留下。说实话，水车很少有玩官渡，所以不是很清楚出装。那就得先出一个提高加成的东西了。因为我觉得我抽牌的话，肯定会对于我的人品来说是自取其辱啊。这边董卓钩子还蛮给力的，能不能勾倒呢？哇，这个官渡模式没谁了。那这里其实诸葛，我如果诸葛不是单刀很短的话，我这 A 一下啊，一个 E 技能 ，A 一下一个 E 技能，这得多恶心啊！这样的话，我对 A 也是不屈黄忠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一波兵基本上一个兵没漏啊，这就恶心了。不知道捡 CD 的装备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用？等会可以出一下试试看啊。先出个鞋子，提
提高一个接档能力。这边董卓只要能勾到人的话，砰！天哪，这酸爽，没贼了。好。这黄忠要跟我硬刚，先 A 一下。哎 ，W 技能没跟上，我的天哪！大家可以看到我 A 一下一个爆 ，A 一下一个爆，那个伤害真的是很高，但是可惜啊，可惜。真的出个 TP， 先过去吧。说实话，不是很清楚为什么。图什么的，清晨翠，哦，这人品还不错吗？一记 A， 我这可是没抢人头啊，真的，这真的是天意啊！抽，我们一起去。那我这边也就是可以说，直接可以在四分钟做出天残卷啊！哦，这个人品啊，没贼了，找人杀去。闪电伤害提高50%，那就是说我这一个大可以收到一波人头喽，试一下。这边留个缝子打一下。这里神域听说是 W 技能可以召，哇，好大一个蜘蛛！啊，又不是很强啊。我操！刚大二技能竟然没收掉人头，伤心啊！不过这波杠杆的话还算是有点意义吧。我天哪，我这都没 A 他呀。刚那一记 A 没有打出来。哇，这个蜘蛛，我去，你吓死人了。哦，我天哪，徐叔好恶心的说。哇，不过这个攻击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他攻击要是恶心的话，不过他的 W 技能一下打出三道剑气，没治了他这个。那我这里的话跳石的话先不急，可以先出个这个，这里还是四秒吗？还是六秒？那这样的话来到中路继续打。哇，这个官凤七级的时候打出沉蹲的伤害啊，也没有想着抢人头，直接就是一记一技能，没有想着给大。不过我这前期还是该抢就抢吧，不然你们该说我好菜了。而且这里面诸葛亮的法爆能力真的是没谁了呀，射我干你妹啊。哦哟，这一技能造成更多伤害。不过我这大招技能一直觉得在官渡里的话伤害还是会有些许低啊，虽然说是有提高，但是也没有很恶心。但是这边对荀彧有点想法，那我下一件装备就打算不跳了。想念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啊！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知道。
这会儿把我的这个面具试音了一下，好，三姐哪里跑，畜生。这个爆发不是很给力啊，放了我，看不见我，图灯蟹，我操，给力，太给力了，直接回家。哦，我这个人品被贼了，真的。打个关渡人品这么好的，除了我还有谁？天才剑在四轮，哇，这个马术，这个大招技能，更粗大的炫光，好色情的感觉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怎么可以就这样解说一个游戏呢？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写的。如果这里诸葛亮的话，哇，这个马术很硬啊！哇，这个鱼盘那谁了？干得漂亮！不过我这个大招技能大家可以看到，连个残血都没有收掉，很尴尬的事情。也就乍一看很强，哇，很厉害。其实再细一看，也就那回事儿吧。这边有个文鸯。哇，他这 W 技能好大呀！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这是多恶心啊！关渡樱花真的是太恶心了。我在想，双脚的大招是不是可以从血池放到……我天，从血池放到家呢？哎，一技能跟一下。不过这里的话，我大招技能应该是人越少伤害越高。这里，那看来我的大招只能给一些视野什么的了，没有什么实际。哇，天哪！哎，打死一个溜缝狗。哇，这刷新都出了吗？哇，他是真的是深藏功与名啊，这个小伙子四杀，我天，五杀六杀，哦，没有六杀。文手这里面大招 CD 很快的，而且 W 技能就是 A 几下会出现一次。但是我这边法宝天残剑是在8分钟左右就有做出来，我天哪，10分钟50多个人头，我感觉这里面诸葛真的可以打野了。天哪 ，A 级家会有个 E 技能出来，每6秒出现一次。应该是被推掉了。哇，我这一技能对塔还有效？开玩笑，可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抢到塔。那这边6秒，砰，对塔果然是有效的。那我大诸葛是不是要起来了？官方这里是几率伤害？哇，5%的几率翻倍，10%，我100倍暴击都有可能。哦，我这个E技能果然对他有效，太恶心了。黄月英的 W 也对他有效，还有谁？想打？
哦，手残了还宝塔了。哎呀，他这一个换，好蛋疼！我本来可以 A 一下 E 一下，下回非把他换过去了，差点就把自己给弄跪了呀。那、哦、这里不是很好打呀？一技能560的伤害。这里面不小蛮，说实话不是很强势。大技能给啥？能不能杀呢？哇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，这让我怎么解说啊？法阵这里面太恶心了，大招技能扑一下，我了个去！还有他的 W 技能可以在里面旋转，没谁了呀。家里不好保，这里面杀满100个人头就算是打完了，也不是说推加，但这里面的话前期如果法爆强，我天哪，还有人。这里面诸葛大招的话没有娱乐那么强势，伤害可以随便完全打到身上，他这里呢就是完全打不到身上。拿了个幽冥书走了，注意到这微调一下。幽冥书，还有两只。再来一下，哎呦我天哪，2000的暴击没治了。哎，下回这个也非常耐塞，改版了，是75%的那个是哦，变成100%了，那就很恶心，但是还是很脆啊。哦，不过这边董卓钩子真的很长啊。这里面音效好像都很强势，真的。我天哪！那我这边哦，怎么打呢？时间会给我答案。你的滑板鞋时尚就时尚。哇，这个大蜘蛛啊，没谁了呀。好，好险，差点就死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音霸模式的话真的是非常厉害啊，而且节奏很快，我相信是很多梦三玩家会非常喜欢的一个模式，一个节奏，就是节奏快，杀人就是快，就是厉害。我天哪，你这让我怎么过去留缝子啊？刚刚抱到我了，我一技能没抽上去，这边有个4秒，哇，这是双杀。
我现在就他妈是一个移动的反应灯啊，因为诸葛技能会有反应效果，我现在真的是走到哪反应反到哪呀、大大的正常灯，我相信时间会给我答案。好，本阳交出宝贵人头。我做过改版之后还是非常上手的，意境呢还有他的一些 A 的普通工具前摇，真的越来越上手了。那我这里出个啥呢？我也相信时间会给我答案，但是我还有点出装备啊。刷新要不要出？但是人刷新的话没有什么用处。专属吗？专属看一下。专属还好吧，出专属吧，出着玩。哎，杀人了！哇哇哇，这个马说，这三连跳的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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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姐，那爪子吗？你们真的够吓人的啊！马上有大，马上有大三杀。那我蜘蛛不是吃了一个这个守护的话，应该也要死。不要管我，董卓你先去，卓兄，哦，够不着人。哦哟，官方好恶心呀、啊！哦，我杀了15个杠8杠21，但是咱们家落户对面23个人头。看来出了专属之后，这个诸葛大招技能还是很恶心的啊！还是两个人头就输了呀，温丑要交一个人头，这还过去干嘛呢？我天哪，这最后两个人头送的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诸葛亮最后打了一个孤胆，这个模式非常恶心啊。在接下来梦三一骂水车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视频，那喜欢我的请点击右库右下方蓝色订阅键，谢谢。